今天呢是周末哦，这边还有一个市场，这边的水果好像便宜，我过会儿再买点水果。这里呢就是首都惠灵顿市中心啊，博物馆旁边，周末集市。今天呢也是大年初一，嘿嘿嘿，新年快乐！这边都在排队买菜呢，看来这个菜确实是比超市要便宜很多。排队买鸡蛋，这个市场真的是蛮火热的啊！现在都11点多了。我现在呢是沿着海边走，准备去新西兰议会参观。前面几天呢 ，JK 帮我预定的今天参观议会，门票是免费的，但是必须要提前预约，因为每天接待人数有限嘛。哦，这个集市真的好多人啊！这个季节来新西兰是真舒服啊，不冷不热，天天都是晴天。看这港湾里的船，豪车展示，法拉利，哎，这是阿斯顿马丁，保时捷，这哪一款啊？很老的这种人，哦 ，GTR。哎呀，这是阿斯顿马丁呢，看来这个全世界的老百姓都喜欢看豪车，这是真的。F430 啊，男人的梦想啊。哦，奔驰，科尔维特，哇，这个车好帅啊。这个车展真的蛮大的呀，哇、哦。都到跳水台子那边了，看来看去还是法拉利最帅。这有人有法拉利吗？这都是改装过的车，把这个引擎盖子打开，让大家看一看这里边。时不时的踩两脚油，让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发动机，这都是大改过的呀。这得多少马力的发动机啊！现在赶紧的朝着议会走，就这中央商务区建的还不错。周末嘛，大街上也没多少车。对面呢就是老的政府大楼。这边呢有一个纪念碑，然后咱就到了议会了，就这个像蜂巢一样的建筑，这个狮子就威武雄壮一点啊，昨天那个真的是像饿了半年的。就这座蜂巢状的建筑啊，新西兰的议会，首相内阁的办公室也在里边。这是议会大厦另一栋楼，这里就是议会大厦内部啊，一个小时的参观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出去喽。看，这就是从英国来的权杖，放在这个就是那个议会大厅里边的，你看放在这儿的。刚才呢，我们进去参观了一个小时，但是是不可以拍摄视频，也不可以照相的。东西都要寄存。新西兰这个天气现在是真好啊，我来这几天全部都是蓝天白云。这栋蜂窝状的大楼呢，我们只参观了一楼一个大厅，它上边呢全部都是办公室，首相内阁都在上面办公。我们主要呢是参观这一栋楼，就是议会大厦了，看了一下他们开会的地方，这很有意思，然后又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议会的历史。最右边那一栋小楼呢是图书馆，想要参观呢就必须要提前预定啊，在网上预定好行程以后，你提前15分钟左右到达，
报你的名字，过了安检，存了东西，就可以在里边等一等，然后就有人带着你一路参观。行程呢，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啊。就顺带一提啊，这他刚才跟我沟通了一下嘛，因为现在这个新西兰是没有总理的状态啊，因为总理就是工党的总理阿德恩19号辞职了，问我干不干。我刚考虑了一下，待遇可能不太好，算了，也就婉拒了。我走路到这个港口这边看一下，那对面一个非常大的滚装船轮渡啊，也可以把车开上去，肯定是跨越库克海峡直接到南岛。我过两天再过去，这不着急。那边是集装箱码头，这个云真的是好低啊，就感觉是在地下长的，都不是在天上飘的。你看对面中间就是议会大厦，刚去的。惠灵顿呢在风口上，常年刮风，而且还是刮的大风。它这个云你看非常的低啊，所以呢你只要坐在这儿，你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云啊一直被风吹着跑。难怪这个冯小刚要跑到新西兰拍一个电影，只有云知道。这个云知不知道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。这艘渡轮就走了3个小时左右吧，穿越库克海峡到达南岛。双体帆船呀，这个都得要上千万了吧。这大哥是在停船还是要起航啊？这又有人坐直升机过来了，有钱人真多呀。我在这边排队买个冰激凌，一个球是6.5块，两个球8.5块。 Hello， 6.5块。 OK， 6.5块。哇，给这么多吗？这也不太圆的感觉呀、啊、这个这冰激凌啊。从门口到这边走了几步路就开始化了。这是抹茶薄荷的，哎，一直在化了。就蓝天白云，大海港湾，冰激凌，嘿嘿。这个冰激凌难怪是大家走不远都在这门口吃，一直在化呀。惠灵顿呢是艺术之都啊，有很多这个艺术作品，就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眼前的是吧，这个应该就是风刮着吗还是怎么回事，或者是浪太大呀，就会让这根杆喷水吧，应该是。艺术家果然是好挣钱，我也得研究一下如何成为一个艺术家。这最有意思的是我来惠灵顿，我心想，哎呦，我是不是得在惠灵顿吃个正宗的这个惠灵顿牛排，结果呢我最后才知道惠灵顿跟惠灵顿牛排没有任何关系，就好比是美国加州牛肉面大王和美国加州也没有任何关系一样的。九州的锁，情侣的这个爱情的这个见证是不是？这里有点高级了，这个锁还是这样子的。全世界都玩这一套，锁在这儿干啥呀？是增加桥的负担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，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，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因为昨天是除夕嘛，我就熬了一下夜，所以也没休息好。我现在想着回去休息一下，下午或者是晚上出来溜达溜达，就这样子了，拜拜。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，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，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，点击进入，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，大家记得点赞哦。